小小的礼物。那森林之光，这个就是日本的玩具，它叫森林家族的光屋，森林的光屋，对，森林的皇国一样。然后呢？小红。一千张的设置呢？妹妹，你要什么？这是橡皮筋。橡皮筋，这么多。这个是橡皮筋，它是收集橡皮筋的盒子。哦，那么多橡皮筋。编刚才橡皮筋的哈，还有角落小伙伴，是不是？好。角落小伙伴的图案是吧？那我介绍。好。总是今天就先到这里。还有喜欢的影片记得要不要跳的舞啊？喜欢花花，记得订阅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看妹妹要不要跳的舞来看看啦、啊？希望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。你听我，跆拳道，跆拳道，爸爸我会跆拳道哦，爸爸我会跆拳道。咦？哎，爸爸我会跆拳道，来走开走开。嚯！嚯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先睡觉了。妹妹，第一次。跆拳道，还有 ，ready， 嚯，还有，嚯，沙冰激凌，不许摆了，不灵不灵，变身完毕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